周四在与澳大利亚外长佩恩在华盛顿举行的会面上，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不会让澳大利亚独自面对中国的经济胁迫。布林肯当天还宣称，美国已经向中国明确了这一点，即这种针对我们最亲密的伙伴和盟友的行为会阻碍我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改善。近年来，中澳两国关系不断紧张，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出系列干扰破坏两国正常交流合作的举措，并在上个月取消了与中国在中方“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一项基础设施交易。作为回应，中国对澳大利亚从葡萄酒到煤炭等出口产品也实施了一系列的贸易制裁。上周，中国政府表示暂停与澳大利亚双边经济对话的所有活动。佩恩表示，澳大利亚一直希望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但不会在国家安全或主权问题上妥协。